大智慧，不著于有为。大师，你思想还讲好。我们从佛教内道的角度来说，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啊，就是从不同的发心进行界定。在大乘的教法下，在自利利他为出发点，在悲心和智慧的支撑下，然后进一步呢啊，再去断除我执啊，再去积累善意啊，这是真正的善巧方便，摆脱了一切的束缚和痛苦，获得了最究竟的安乐和解脱。常常都会说眼见为实，也就是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正确的，那是不是眼见为实呢？心和外境是一体，外境不是单独存在的实有本体，我们的内心要真正的放下对世间这些乐受的贪执，我们的内心要真正的放下对世间八法得失苦乐趁机毁誉的希望和恐惧。一切的诸法都是因缘而显现的，有什么样的缘就会显现什么样的法。感谢在座所有的师兄和网络上的师兄成就了我们这一次法供养的机会，感恩大家。